就差一点点。哎，这个毒有点痛。这边的话，我们看到英菲的隐身水元素直接穿后排，可以点对方的小歪的状态，很关键。强杀炼金吗？有难度啊，链子。九郎骑，剑士有无敌，加速。哇，这个狼骑没了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救起来了。他不敢死兵啊，他现在不知道炼金快五了，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是一个兵都不敢死，死了，五级了，又不好说了。哇，这个狼骑可能会成为一个转折点。哎，这个毒正好对在中心了，撒粉照到了水元素。虚一下，这个时候的侧翼水人隐身虚出来，点掉。剑圣这个时候在前面，剑圣这个时候很刚啊，关键是他信任身后的这个辅助。小歪的抬血太关键了，剑圣抬一口半血奶，三级奶啊，这个时候破发，破发，没有人打，剑圣无敌开掉。哎，小歪六级抬一手，飞龙倒了，飞龙倒了，小歪还有一口奶，应该还有一口奶，有一张群补，加速链子，哎，群补，群补，抬起来了，哎，这边强杀炼金吗？杀粉不让你隐形，往住，差一下，差一下，点他链子，哎呀，跑了，跑掉了，哇，这个炼金活下来了，是，哎呀，后面被卡住了，这样的话，这一波小外得回去买蓝瓶啊。差点钱，已经没钱了，已经没钱了，卖装备，赶紧买个蓝瓶，一口奶抬起，去掉水人，大家都没钱了，往回收一下，往回收一下。这个时候炼金也没状态了。还有钱吗？英菲还有70块钱。Fly 已经完全没钱了， Fly 再补了个清醒。这个清醒，这个清醒要打掉啊。没人打吗？没人打吗？胜负手了，这个清醒胜负手了。一口毒，抬。水人又掉了，农民上去点了，农民上去了，点到了，但是这个清醒已经毒完了，最后一口奶 ，Fly 的最后一口奶，一人面罩卖掉，对，再买个蓝瓶，他买了两个清醒，他打得很贪，大法师上去了，大法师立功了，大法师点掉了这个清醒，我的天哪，这买个蓝瓶不好吗？再驱，驱不动了呀！隐身水人成功，抬一手，水人走到位置了，加速点掉了清醒，完了，完了，剑圣链子接，往里钻，往里钻，实地血死了，哎呀，实际上两个清醒只给了一个治疗链。他想要极限收益啊 ，Fly 这边，完了完了这一波没了，恭喜一下英菲2-0战胜了。